15岁辍学经商，18岁进入销售市场一线，通过向世界一流心理学大师、成功学大师、灵性大师学习，20岁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千万富翁之一金克成，亚洲顶尖行销大师和成交大师，中国公众演说成交第一人，曾任海南巅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深圳广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、阅览国际全球教育总监，现任重庆建安建设集团咨询顾问、广东太阳神集团直销总部商学院院长。他是培训界销售实战的代表，因其卓越的销售天才、惊人的学习能力和超人的融合能力，在其数千例一对一销售和近千场公众演说销售中，现场成交达80%。他也是培训销售实战冠军的代表。多年来，金克成老师帮助了数万人在一对一销售中成交率提升1到3倍，帮助了上千人在公众演说销售中达到50%以上成交率，多家知名企业因其设计的销售脚本而业绩倍增，被众多学员和企业誉为中国公众演说成交第一人。2003年，受名师指引，倾注全部精力，潜心于生命潜能的开发，将中国的传统哲学智慧及西方心理学的精华融为一体，开发出一套适用于中国人的成长之道。其金牌课程《3天练就金口才》、金牌销售工作坊《生命成长工作坊》、领导人特训营大受欢迎，著有《迈向巅峰》、《3天练就金口才》、《隐藏的智慧》、《金牌销售》、《成功加速器》、《回到基本点》、《成功的洞见》、《直销的王道》等书，被《打工风云》、《永州骄子》、《湖南人才信息报》、《中国人才信息报》等媒体誉为“中国的卡耐基”。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，好多的人在台上，哦，滔滔不绝，你觉得这个人真有才，是天才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很多的人都是地才。表里如的要求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外在和内在是一样的。有些人真的是言行一致了，但是他说我爱你的时候，内心在这怎么样？我恨你。我要表达的事物是什么呢？我要表达一个事物，就是要告诉你，任何事业在创业的初期的时候是有风险的，但是呢，机会也是最大的。任何事物在成熟的时候风险很低，但机会也很少。所以我现在正在开一家公司，刚刚成立，我希望所有的人来选择跟我加盟啊，客户愿意买我的产品，那个经销商愿意经销我的产品，各位，那些供货商愿意供应产品给我，而且以最低的价位，他怎么样才愿意跟我合作呢？我就开始讲课了。各位看我是怎么讲的。我先讲第一个观点事物。各位朋友，请问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吃我们喜欢吃的，根据我们的口感来决定，还是根据我们的身体需要来决定？各位，身体需要啊，有很多人说根据我们身体需要。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根据我们身体需要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不会有很多人是啊，营养过剩的，就不会有很多的三高的病人，是还是不是？你经常会在马路上看到很多的人走路是这样的，啊，各位，如果你看到这个光盘的时候对我有反感，请理解一下，我只是在示范这样的一种现象，不是对这类群体进行讽刺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这是因为什么原因？中风以后所产生的后遗症，是还是不是？各位，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就是我们长期的不好的饮食习惯所造成的啊，身体的三高的症状。各位是还是不是？
当然还有很多大部分的疾病都跟我们的饮食有没有关系？因为我们的饮食酸碱不平衡，导致我们身体种种的啊现象。各位，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假设，假设我们现在要控制我们的饮食，好不好？好还是不好？好。有的人说不好。其实大部分人在面临食物的诱惑的时候，他想不想吃？想吃是止渴榜一。想吃的话呢，就得到四个榜一，对他而言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？快乐。吃完以后呢，三个榜一就要来临了，马上高血压又上升了，血脂又过高了啊，然后那个血糖又增加了，马上又住进医院了，三份榜一又来临了。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吃先得到快乐，接下来得到什么？得到痛苦。有很多的朋友用快乐的方式得到什么？得到痛苦。但我们再来看一看，如果现在我们控制呢，心里面痒痒的，看见别人吃那个是流口水，心里面很难受，觉得吃饭都是索然无味，心里面总是想吃，难不难受？控制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你控制完以后，你得到了三分榜力。控制的时候是不是三分满力？对，对你而言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？痛苦的。接下来得到什么？得到四分满力，是快乐的。你的身体是健康的。各位，你们发现，人生永远在做两种选择，永远是在第一种方案和第二种方案当中选择。一种方案是什么？用痛苦的方式得到什么？快乐的结果。第二种方案是什么？用快乐的方式得到什么？痛苦的结果。这两句话是什么？是中心思想，是不是中心思想？我用概括性的语言有没有表达出来？发现没有？所以各位，如果您在饮食的过程中是按照您的口味，按照您的喜欢的程度来饮食的话，请问我们跟猴子有没有区别？没有区别。是你们自己讲的，我们跟猴子没有区别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，有很多的人总喜欢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就会发现，有的人走到马路上，匆匆忙忙，车子也不想快，快一点。有些人开车，他说快一点，他也不知道他快到底是为什么。难道你是为了快一点去撞死别人吗？还是为了快一点被别人撞死的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大部分的车辆，它之所以发生交通事故，而且不可以挽回的损失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交警常用的一句标语是什么？十次肇事九次快。各位同意吗？同意。当你快一点的时候，可能会得到四颗榜一。这四颗榜一是什么呢？可能可以快一点到家，可以快一点见到客户，可以快一点见到你心爱的女朋友，可不可以？都可以。可以表现出来你的驾车技能比别人更好，可以让你满足你的驾驶的欲望等等，是不是四颗榜一？当你的速度越快的时候，可以控制的这个能力呢就降低了，同意吗？风险就开始增加了。你想一想，当你开着一辆车180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驰骋的时候，有没有风险？任何一个小小的意外就有可能什么？让你车毁人亡。各位，当你撞到别人或者被别人撞到，当你撞到所有的障碍物的时候引发的车祸，请问是不是三分榜力？各位，是还是不是？就像很多人，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走行人道。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报道，就在深圳的深圳路，自从深圳路开通以来，已经死了8个人。请问他们是怎么死亡的？各位，是有的人开车开到桥上去把他撞死的吗？是有人开车开到他家里面去把他撞死的吗？是有人开车开到街上去把他撞死的吗？在什么地方撞死他的？啊？在不允许行人行走的路上撞死他的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？因为他说我要方便一点嘛，我要快一点嘛，所以我就不愿意走什么天桥，不愿意走行人道，不愿意走地下通道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？是的，为了快一点点，为了方便一点点，得到这四个榜，你最后怎么样？最后得到三个榜，你就是命都没有了。有没有发现？各位，有没有发现一点？快一点会得到四颗榜一，但是呢接下来呢又得到了三颗榜一。
所以生命中永远是在这两种选择当中选择。我经常跟很多朋友讲，生命的最高的智慧都在庄子的这个故事里面。人生永远面临两个选择，要么是用痛苦的方式得到快乐的结果，要么是用快乐的方式得到什么痛苦的结果。各位请问一下，一家公司刚刚创建的时候，比如说腾讯网，腾讯的 QQ， 你加盟它，请问有没有风险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请问你愿不愿意加盟？愿意。在座的人大部分都是骗子，他说我愿意。愿意为什么你不去投资呢？各位，就有关资料的统计啊，或者介绍，腾讯公司曾经差一点用100万的资金把他的公司卖掉，在他最难以生存下去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去投入他的资金？如果您曾经花100万买下他的公司，你再给马化腾50%的股权，请问你今天是多大的老板？啊，这家公司已经是2-3千亿的市值，请问各位，你觉得这个数值大不大？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去投资呢？因为那时候的腾讯 QQ 有没有盈利的来源？他所有的服务是收费的还是免费的？每一个月都要付这么多钱，如果你是老板，你愿不愿意去投资？你敢不敢去投资？如果你去投资，风险大还是不大？大。风险是不是很大？是。机会大不大？大。机会也很大。有没有发现？好了，今天你可不可以去做一个腾讯 QQ？ 可不可以去做？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类似的产品，即时通信可不可以做？可以。有没有风险？风险是不是很少？有没有机会？机会也没有。有没有机会？没有。中国有几个腾讯 QQ？ 一个。我们会注意到还有 MCN 还有 Skype 等等的即时通信的软件，但是就客户的占有率来讲，没有一家公司敢与腾讯 QQ 相提并论。原因是什么？他已经在最早的时间进入到这个市场，占有了市场的最大的份额。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？在一家公司刚刚开始运作的时候，你进入，可是我又害怕，我又怕他失败以后我血本无归。但是这家公司成熟的时候，还有没有你的机会？没有。没有你的机会，是还是不是？发现没有？很多人去炒股票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当这个股票进入最低期的时候，很多人不敢介入了。你看这么低了，你看97年、965年那股票一路疯涨的时候，连路边这个修鞋匠都知道炒股赚钱，把他多年积蓄投进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你把钱投进去已经被深度套牢了。原因是什么？各位，你觉得已经没有风险的时候，往往是什么？风险最大的时候。各位，那么我今天创建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，我就开始讲了啊。这个项目呢，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前景？你今天需要投资多少钱？你明天会得到多少的收益？各位，我就开始讲了。你要不要选择？要不要做？不要吗？因为我们已经认知到一个事实，如果今天我们去做已经成熟的行业，已经没有多少的机会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我们做不成熟的行业，我们有很大的机会，我们风险也很大。请问一下，我们愿意选择很成熟的没有风险的也没有机会的行业吗？还是选择风险大但是也机会大的行业？各位，没有人愿意选择风险，但是风险带来机遇。我们用痛苦的方式创造了什么结果？快乐的结果。但是今天可能是没有风险，我们是不是快乐的？各位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？没有机会。就像你去创业的时候是有风险的，但是是有机会的。但你为别人打工有没有风险？是没有风险的。但是有没有机会？机会就相对较少了。有没有发现？是。在这两种的比较当中，你最后愿意选择哪一种？选择什么？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，你首先的一个前提是选择什么？选择痛苦吗？选择风险吗？选择机会嘛，各位。因为你一定要成功，首先来讲，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选择，一定得选择机会。你选择机会的同时选择了什么？选择了风险。你选择了风险的同时选择了什么？刚刚创业的公司，同意还是不同意？同意。然后我的公司刚刚创业，各位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有没有成交？各位，
就是运用这种方式来达到效果。刚刚我在这故事当中，是不是按照我刚刚的这个原理来讲的？我有没有一开始就讲我的公司是怎么样的，有什么的前景，你怎么投资会怎么收益，有没有讲？没有，我都没有讲，是不是？我也可以开始就这样讲的话，我们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这个有什么样的前景，你要投多少钱，未来呢会有多少的机会，然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刚刚创建的，然后虽然有风险，但是机会呢也会很大。请问这种信赖感好不好？相对力度就较弱。我先要让我们的听众得知一个认知，只要选择安全就不可能有很大的机会，选择风险就有很大的机会。如果你要选择机会的话，就一定会有什么有风险。当他认知到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，哪怕有风险他愿不愿意选择？他就愿意选择。接下来我跟大家讲表达术13，利用工具。各位，比如说利用的工具，我们在演讲过程中示范的工具可不可以用？可不可以？比如我就讲到了，今天在前面的内容当中我就讲到了一张桌子，它可以承受100斤的重量啊，我可以把桌子放在这个地方，再加上1两倒还是不倒？倒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？当然可以。但是如果说我真的就在这张桌子上承受100斤的重量，然后再加1两，请问效果会不会更好？各位，会还是不会？他马上就看到那张桌子轰然倒塌，请问是不是视觉化的效果更强烈一点？他就在想了，如果我的身体也累积到100斤了，再来一根稻草可能我就垮掉了。那个时候他内在的需求会不会更强烈一点？各位，一个人只有在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才想去解决问题。各位朋友，有没有想过，假如您这一刻正在沙漠当中行走，你已经走了2天2夜，你所有的水食物都已经用完了，这个时候秦克诚老师出现了，手中拉了一瓶水，请问我要不要做销售？我还要做销售吗？我还要销售吗？不用做销售。为什么不用做销售？因为你需要，因为你非常非常的需要，因为你不要的话你命都没有了。所以这时候你会主动说，你这瓶水愿意卖吗？我说我不卖，我求你卖给我好不好？我不卖，我答应你，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你卖给我好不好？我说那我可以考虑一下，那我就是你的救命恩人哦。他说是的啊。接着我说这瓶水1000块钱，他卖买不买？买了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他需要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利用这张桌子就让他觉得他有多需要了。因为什么？桌子垮掉那一刹那，他感觉他好像垮掉了一样。这就是视觉化的效果示范的工具。那还有没有证明的工具？要不要？你讲了很多很多的道理，你讲了很多很多的观点，别人都觉得很有道理，但是听到不如什么？看到。看到不如什么？是体验到，是还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有多厉害，我曾经向多少老师学习过，别人信还是不信？好像从你的谈吐我可以了解到你这个人有很深的底蕴，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学习过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这个是你把你的相片拿出来，我跟某某老师合个影，我跟某某老师合个影，在什么时候，在哪一年我还有哪些同学，他们是哪家企业的，他们都可以一一证明。请问这是不是工具？是。各位假如说你在演讲的东西，你在推荐一块产品，说这个产品真的很有疗效，但是他听了以后都觉得很被吸引，但是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？各位，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，他会认为做销售的人就是把黄金说成稻草，把稻草说成黄金，以为他们不是靠实力吃饭的，是靠什么吃饭呢？靠嘴吃饭的。他可能会对销售行人有个偏见，认为很多人都是编织成的美丽的谎言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你怎么讲他都认为是假的假的假的，有没有可能？所以有很多的老师在台上说的是口若横飞兴高采烈，当底下的人是心想你演戏吧，你演吧，接着演。
用赵本山老师的话说是什么？忽悠，你接着忽悠吧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你要怎么办？你就要证明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有效果的，所以你需不需要利用这些工具来证明？各位，大师级的设计术。设计术的话呢，我会从五个方向来讲。那首先我们再讲如何设计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是在开头讲的还是在结尾讲的？还是在中间讲的？通常来讲是不是第一印象？ OK， 我们要让别人记住我们，留下很好的印象，那我们要不要有很精心策划的自我介绍？要还是不要？要。我来跟大家讲设计自我介绍需要达到的三个效果。第一个效果，要简洁。你比如说要简洁，简洁有什么好处？容易记，各位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但是我有听人这么介绍的，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八宝镇房家渡村五组，我是金克成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有没有？有。我感觉自己像古代的女人，那个三寸金莲的裹脚布，你知道吧？一层又一层，是不是？然后是什么？又臭又长。那些这个老奶奶老爷爷不要责怪我好不好？我只是在描述一件事情，打一个比方。请你不要计较我的无理啊。但是其实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更简洁。什么是简洁？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好比女人的什么？超短裙。超短裙是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？各位。越短越好，所以要不要简洁？要不要？要简洁。那么第二点，要幽默。各位，当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很幽默，一幽默以后人的心情会怎么样？很放松。放松以后怎么样呢？大家气氛是不是很融洽？所以要幽默。第三是什么呢？要有很深刻的印象。第一点讲简洁是容易记，那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听过以后呢，我很深刻，我容不容易忘记？我不容易忘记，要达到这三种效果。第一种是什么？简洁易记。第二种是什么？幽默让人放松。第三种是什么？深刻让人难以忘记。这三种效果，那么接下来就具体的讲到如何来设置自我介绍。我在这里也是抛砖引玉，方式有很多种，我讲几种比较经典一点的，大家可以马上就可以模仿的。第一种，故意重复。其实我已经用过了，各位伙伴，我是金克成，我的兄弟姐妹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同事都叫我金克成，谢谢大家。这是什么？故意重复。你本身是金克成，然后你的兄弟姐妹父母亲应该叫你别的名字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认为，你再讲的是我父亲兄弟姐妹朋友应该是叫什么，叫我阿成阿狗阿猫之类的，但又是金克成，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奇怪？各位，通过故意重复的方式来达到什么？一个幽默的效果。金牌课程我喜欢，金牌课程我喜欢，我喜欢金牌课程，我喜欢金牌课程，我喜欢金牌课程，我非常呢喜欢金牌课程。三天练就金口才，会讲会复制会创新会成交。通过金克成老师的三天练就金口才的课程，让我从开始对讲师这个梦有了自信。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走这条路，也没有方法没有方式，那么通过这三天的课程下来，我更加的自信了。我觉得我通过自信慢慢的自然了，慢慢的又自如了，最后找到了真实的自我。金牌课程我喜欢。接下来我跟大家讲第二种自我介绍的方式，叫中英文颠倒。中英文颠倒我已经在录制光盘的时候为大家示范过了。第一天有没有用过？有。我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的中文名字是金克成，用美国人的那种腔调来讲什么？介绍自己的什么中文名字。我的中文名字是金克成，我的英文名字是金克成。英文名字可不可能是金克成？不可
这个叫什么？故意出错，然后中英文怎么样？颠倒，来达到什么？一种幽默的效果。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种自我介绍的方法，叫万能法则。什么是万能法则？就谁都可以用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。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是金克诚，金克诚的金，金克诚的克，金克诚的诚，各位，这就是万能法则。第四种方法，谐音法，可以这样理解。那我先讲第一个案例，我们先讲这个著名的这个艺人啊，台湾的一个歌手，也是一个制作人，曾经担任过湖南卫视的《快乐男声》的评委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包小柏，他在2007年为那些选手点评的时候，把他们的名字进行了拆分。各位来看看，他在设置的时候是不是运用了谐音的方法？第一个人的名字叫张杰，各位有没有听说过？好，这也是湖南卫视天娱传媒的一哥了，所以说这个人还是目前在歌坛有点影响力的。但是包小柏是怎么来形容他的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把张杰的名字拆分掉了，张杰呢，他把那个杰跟截然不同的杰，是不是谐音？各位，他是杰出的杰，和他那边的名字是这样拆分的，张力十足，截然不同。各位有没有创意？张力十足是什么？弓长张，张力十足。截是什么？截然不同。他那个截然不同是什么？那个词那个字跟那个杰出的杰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？音是相同的。好，这是张杰。还有张远，张远他是怎么来这个点评的呢？他是这样说的，出口成章，源远流长，对不对？源远流长，出口成章是张什么？是张杰的张。但是这个张是什么呢？是公章的章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跟那个音是不是谐音？是。跟张远的张是谐音，然后是什么？源远流长。那我们知道有个源远流长，是还是不是？但是他把那个源和远也是相近的音，谐音，好，源远流长。其实我要告诉大家，他有没有经过精心的设置和策划？早就对选手的名字进行了研究。那么各位，我们有几个名字？一个还是两个？我知道有些人名字很多，因为他做的亏心事太多了，经常换名字。各位，我们通常只有一个名字，但是我们这个名字会不会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场合不断的去运用呢？要还是不要？经常去运用。我们要不要进行精心的设置和策划？第五种，是不是第五种了？是。第五种方法叫名字释义法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根据你的名字的含义来进行解释的一种自我介绍的方法。案例，我有一个学员叫许多，他说如果我有一天站在太阳神的颁奖舞台上啊，获得世界大奖的时候，如果让我一分钟来介绍我自己，我怎么介绍呢？他说时间太短了。我说这个很容易，我来帮您设置一下，很简单。你看我是怎么设置的，我有许多的梦想，但是我选择了直销。各位有没有讲到你的选择？一句话，我可以去许多的公司，但是我选择了什么？太阳神。我有许多的爱，但是我给了许多需要健康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伙伴。今天我获得了公司许多的肯定，以及在座伙伴们热烈的掌声。我有许多的人要感谢，但是现在我只有时间说声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许多。各位想一想，如果是太阳神的颁奖晚会上，一分钟的自我介绍，按照我这样的设置方法，是不是技压群雄？各位，我一直围绕他的名字许多来做什么？进行语言的表达，每一句话里面都有什么？许多，而且可以把他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讲清楚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最后你介绍我是许多，别人记不记得住？记得住。第七种方法叫名人联想法。什么叫名人联想法呢？
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名人的名字来进行什么呀，进行自由的联想。比如说有一个跟名字名人的名字谐音的李勇，我是李勇，但是我今天不主持非常柳加一，我来做什么，跟大家见面交流了，可不可以？这样就很容易让他记住你，那你就可以说啊，我是李勇，然后完了我保证会议结束以后他又想不起来你是谁了。经过这样的介绍方式以后，别人很容易记住你，因为有很多人喜欢看李勇主持的节目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还有一种就是与名人名字相近的，相近的汪小涵。各位，如果你的名字叫汪小涵，你要怎么来解释呢？各位怎么来介绍呢？啊，各位，如果你的名字是汪小涵，我们可以跟哪个名人联系在一起？我也大家太聪明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你可以跟汪涵在一起。各位朋友，你们认识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汪涵吗？我比他的来头稍微小一点点，我叫汪小涵。各位，我跟他的名，我比他的名字稍微小一点点，我叫汪小涵。各位，有没有幽默感？有。能不能记住？那还有一位，也是我的一个学员，他的名字叫张芳，多位名人有关联的，是这种情况。他的名字跟几个名人有关联，那我为他设置了自我介绍。各位，请问你们喜欢张曼玉吗？喜欢。有人说回答喜欢。请问你喜欢梅艳芳吗？OK， 我是他们的综合体，我是张芳。先要设置好演讲的主题，然后才到什么演讲的开场。好了，主题是怎么来设置？我这里呢有好多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什么？心意。各位，为什么要心意啊？我们来讲一讲。你喝第一杯酒的时候，请问你觉得是浓的还是淡的？浓的。各位，哎呀，很浓。你第一次参加一些培训大师的课程时，请问你是不是觉得很兴奋？是。参加多了呢？不兴奋了。喝第一杯酒都是觉得很浓，喝醉以后呢？没感觉。你会发现有人说，哎呀，来啊，再来一碗，我千杯不醉。往往是什么？喝醉了。喝醉了。喝醉了为什么他还要喝呢？为什么他能喝呢？不知道味道。哎，回到重点了，回答到重点了，没有感觉。没有感觉是什么感觉？哎，回答正确，麻木的感觉就是没有感觉。各位，你想一想，你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拉着你男朋友的手，你的心头就像那个炉啊，就在转，还能记得清楚吗？哎，他看你一眼，然后你的脸上的红云就怎么样，就飘了起来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还记得第一次啊，他触摸你的头发或者亲吻你的额头的时候那种感觉吗？啊，太幸福了，是不是？你都觉得很幸福。但是你从你第一次失恋，第二次分手，第三次又怎么样宣告结束，第四次别男人摸着你的手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，为什么？敏感递减了，是还是不是？我们再来举个例子，一杯糖水，第一杯，这是第一杯糖水，这是第二杯，这是第三杯。第一杯放一勺糖，第二杯放两勺糖，第三杯放三勺糖。我先喝第一杯，请问哪一杯更甜？第一杯。为什么它放的最少反而更甜呢？因为第一次，你发现没有？那我为什么说要主张我们的主题设置要很轻易？那是因为我们听一个主题已经听了很多年了，只要他一提到这个主题，他有没有兴趣？一定没有兴趣了。即使你讲的内容跟别人不一样，即使你的内容比别人更精彩，但是他看到你的主题就怎么样，就已经宣布不参加你的会议。所以主题重要还是不重要？重要。 OK，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没有立场冲突。各位，有很多的人他的主题一列出来以后，有些人马上就反对，还有些人本来想去参加他的会议的，他还参不参加？就不参加了。为什么不参加？因为那个立场
是他比较反感的，或者跟这个人是有冲突的，所以他参不参加？就不参加了。我比如说，我来举一个案例，有一个人想讲同性恋的婚姻，他认为同性恋的婚姻是不可取的，于是他就取了这样的标题，同性婚姻不可取，以这样的标题来进行演讲。请问那些啊同性恋的朋友，他能不能接受？因为他觉得被歧视。所以在我看来的话，任何一种婚姻的形式只要存在，可能都是合理的。在我看来，每一种现象如果它存在，可能都是合理的。你可以不去做，但是你不要去反对别人。各位，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有。我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观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所以如果我们改一个标题，你仍然讲这个主题，可以发表你的看法，至少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来听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可以取这样的标题，分形式新走向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新走向肯定有很多种形式啊，对不对？我先讲第一种，再讲第二种，再讲第三种，然后讲第四种。一种是男主外的女主内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一种是男主内的女主外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一种是双薪家庭的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一种是不需要生育小孩的，可不可以讲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一种无性婚姻，可不可以讲？可以。可不可以？然后讲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再谈同性婚姻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这个运用了什么方法？有关联事物到什么？到表达事物，你发现没有？我在设计演讲课程的时候，我的演讲的目的总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来？最后，总是在最后的时候在粉墨登场。你前面一直说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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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最后一个你说不说 yes？ 你本人的说好没有问题。那我再来举一个案例，比如说有一些人说，啊，从事某一个保险公司的平安保险。他可能说平安保险的六大优势，好，随便举个例子。当他讲了这个主题以后，啊，我是中国人寿的，我还去不去听他的演讲？啊，去不去听？因为我认为我那个中国人寿比你什么平安好，你平安认为什么比我人寿好？所以这里有没有立场的冲突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那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呢？啊？你可不可以改成保险业的竞争优势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以啊。那你现在可以讲保险行业的优势跟传统行业的区别，跟其他行业的区别等等，可以讲很多。讲完以后，最后你讲到平安的优势是什么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他前面都已经认同了，后面人知道讲的平安，他会不会用心听？会。中国有句说话叫既来之则安之，但是我们前面的主题列出来以后，他都没有来，怎么会安呢？各位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。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在从事直销这个行业的时候，他在介绍他的公司的优势的时候会这样的念名字啊，太阳神为什么赢，安利为什么赢，完美为什么赢，卢鑫为什么赢。你发现大部分人的分享都是怎么样的，这样的方式。当你说安利为什么赢的时候，我做完美的我要不要去听？我不听。当你说完美为什么赢的时候，我做安利的我去不去听？你做太阳神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都会有一部分的人反对你，原因是什么？他跟你的立场是怎么样的？像有冲突的。所以那我们在念这样题目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改一改？我就把它改一改，直销拓方新模式，可不可以？拓方新模式，类似这样的主题你们都可以去念。列完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各个公司人都来参加了，最后呢你讲的是头头是道，引经据典。讲完以后呢，你发现很多公司人全变成你的客户了。那至少得有一个前提，他得来参加你的会议啊。各位，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？有。哎，这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我们在选题的时候一定是不能有立场的冲突的。各位有没有明白？这是第二个原则。接下来跟大家讲第三个原则，是焦点突出。所谓焦点突出的话，我们摄像师可能很清楚，那就是什么？你拍摄的时候一定得有一个主题吧，得有一个重点嘛，是不是？是。你得有一个地方对准它吧。那好了，
设置主题也是这样的。那么要掌握好这个原则，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？第一点，最好是两个关键词，你的标题里面最好是两个关键词。第二，焦点就是中心思想。第三，中心思想就是主题的核心内容。各位，中心思想就是主题的核心内容。换句话来讲，焦点就是您整个的演讲的什么内容的构成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了，我要举一些具体的案例，可能大家会更容易理解一点。比如说有一本书叫什么《学习的革命》，在这个主题里面有几个关键词？学习，还有呢？是不是两个关键词？它符合了第一个条件。第二，焦点是什么？是学习还是革命？是学习还是革命？是革什么的命？所以焦点是什么？是革命，不是学习。你会发现他在整个的演讲中也好，书的内容也好，是围绕什么来进行的？为了革命来进行的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好了，再来看看中心思想是什么。是革命。革命是什么？是学习的核心内容。我们在讲学习，但是我们的核心内容是什么？是革命，对不对？不是守旧啊，不是守旧，是什么？是革命。但我想跟大家讲第一个案例。我有一堂课叫隐藏的智慧，隐藏的智慧，请问一下是几个关键词？一个还是两个？两个，一个是隐藏，一个是智慧，两个关键词。好了，符合了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焦点是什么？智慧。是隐藏还是智慧？智慧。no， 是隐藏，不是显现的智慧。是什么的智慧？是隐藏的智慧。焦点是什么？隐藏的智慧，讲隐藏，不是讲智慧。 OK， 那么中心思想是什么？是隐藏。隐藏是什么？是智慧的核心内容。各位了解我意思吗？是讲什么？隐藏的智慧，不是讲显现的智慧，是同样的道理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是在讲智慧，但我们是讲什么？为了什么来讲的？为了隐藏来讲的。所以我们的核心内容是什么？是隐藏，是隐藏的智慧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今天讲人，但是我们讲什么人？讲男人，不是讲女人。所以核心是什么？为了男人来讲的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今天讲就业，但是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围绕下岗再就业来讲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OK， 有没有了解我要表达的重点？这是第三个原则。第四个原则是有思考的空间。这里面有几个要领要把握。第一个要领是什么？不可以一眼就看懂了。比如说成功一定有方法，很太通俗了，就是不需要思考，不需要思考有没有这个深度，我认为是没有深度的。啊，还就不可以琢磨不透。但有些人搞那个标题搞得很故弄玄虚，人家查字典查了五天五夜都没有查清楚是什么意思。请问这样的标题好不好？不好。嘿，搞得太深了啊。金牌课程我喜欢。金牌课程我喜欢。我喜欢金牌课程。我喜欢金牌课程。我喜欢金牌课程。我非常呢喜欢金牌课程。三天练就金口才，会讲会复制会创新会成交，耶、yeah！今天听了我们老师的三天练就金口才的这个课程之后，感受非常深。所以呢，我学到了系统化的点睛术、表现术，还有行销术等等，利用分享实战，并且还有很多各方面的具体操作的那些内容，前后包括所有的内容都非常实在、非常详实，所以对我们今后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谢谢金老师，谢谢金牌课程。我讲个案例，比如说。我有一堂课程叫成功的洞见。各位，这个主题如果换一个名字的话，其实就是什么啊？哎，成功的要素，成功的方法，是还是不是？换一个主题就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如果我说成功的方法，成功的几大要素的话，是不是很土？各位，是不是很熟？你听，你一看一眼以后就懂了。所以我就用了洞见这个词，你是不是可以思考，发现会有一定的思考空间？你稍微想一下，洞见是什么了？哦，见可能就是见识，见可能就是见解。各位是还是不是？洞是什么呢？就是看、观察、总结，是不是？发现的成功的方法，哦，那你知道肯定是讲什么？啊，成功的方法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讲成功的哲学，有没有符合两点？第一，不是一眼就看懂的；第二，稍微想一想就什么就懂的，是不是有思考的空间？各位，我们再来看看。我在啊，还有一堂课里面讲到的叫财富的真相。各位，我主要是讲什么的呢？讲健康的。财富的真相是什么？就是健康。好了，我可不可以讲健康啊来革命的本钱？可不可以讲？我可不可以讲身体来革命的本钱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这个词是不是家喻户晓？每一个人一听就知道，哦，健康来革命的本钱，身体来革命的本钱。我觉得有一点熟，至少是我不太喜欢的这种风格，所以我会怎么样？用一个财富的真相。那他就会想，财富，哦，财富啊，那他认为的财富是什么呢？哦，财富的真相，哦，可能指的是真正的财富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一眼就可以看懂，但是呢，想一想，认真研究一会，会不会懂？就懂了。这是我们设置主题的啊，这个第四个原则，第五个原则。就是要强烈，各位，比如说陈安德老师曾经讲过一个主题叫什么超级成功学。各位，你听到超级成功学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不是很强烈？各位啊，比如说什么超人啊，对不对？小巨人啊等等，他这个名字都是嘛带有很强烈的讯号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名字也非常好。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录制的课程叫什么？三天练就金口才，强不强烈？强烈。是五天还是十天还是三年？三天。各位也很鲜明。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位这个老师在销售领域也算不错的，比如说他有个课程叫绝对成交。各位，绝对是不是比较的强烈？各位也很强烈。这都是很多人很多老师在设置主题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经过用心的琢磨和精心的雕琢？有没有？有。接下来跟大家讲第六个原则，就是简洁。你再跟大家提到了啊，这是我第二次跟大家提到要简洁。什么是简洁？就是您这个主题至少不能超过多少字？7个字。不能超过10个字，最好是7-8个字，我觉得会比较适中一点。你如果弄个主题20多个字，可不可以？但我经常看到有的人主题10多个字，别人怎么样传播也传不清楚，字也字不下来。所以各位，好不好推广？不利于推广，不利于传播，不利于建立品牌。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吧？所以一定要简洁。那为什么要简洁？我刚刚讲到了，简洁就好像什么女人的裙子一样，要越短越好。如果你很长的话呢，就像女人的什么裹脚布，又臭又长。好，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如何设置演讲的开场。第一种，问两个问题。各位简不简单？我演讲要开场了，那怎么开场呢？各位，要不要设置？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，好多的人在台上，滔滔不绝，你觉得这个人真有才，是天才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很多的人都是地才。什么是地才？地才就是怎么样，后天训练过的，精心准备过的。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歌手，是台湾的歌手，叫什么？巫启贤。他曾经参加一个节目采访的时候说，他在零几年参加快乐女的这个评委的时候，他会对很多评委进行点评。那我当时听到那评委的，我觉得他的语言真是妙语连珠啊，一针见血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才了。后来他给我们爆了料，他说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说他在接了药参加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以后，马上就在台湾买了很多销售类的书，包括圣经等等的来看。在里面摘抄了很多跟音乐相关的什么一些句子啊和一些词汇，然后他就把它写成什么小纸条，放在他那个评委室的什么地方，那个桌子底下。他碰到相似的情况就拿一条出来读一读，各位，然后再点评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
这都是精心准备。所以你看到台上的精彩是来自什么？台下的精心的准备啊，不要被别人的这个啊表面的光芒欺骗了，好不好？那怎么问问题呢？问完以后要让听众来思考。第二个目的是什么？可以便于我切入到我要演讲的内容。这两个目的都要被达成。比如说啊，我在为直销公司设计的时候，我就讲了这样的话术，问两个问题来开场。我问他第一个问题，请问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做直销吗？那些喜欢做直销的朋友马上把手全部举起来，举得很高，我就举高一点，举得越高成为高手，那举得很高。还有一些人举双手，我接下来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全部是骗子。他们傻眼了，我怎么是骗子呢？我各位，我说你们不是喜欢直销，而是喜欢直销可能给你们带来的自由、地位、受尊重和财富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他说是，有道理。然后接下来我又问第二个问题，我说请问在座的朋友有不喜欢做直销的吗？有些人不好意思举手，我就鼓励他，我说不用客气，哦，你大胆举手，有人打你我帮忙。他就举手了，然后我说你们这些人也是骗子。他笑，他们又觉得怎么很奇怪，老师怎么我也是骗子？我说你们不是不喜欢直销，而是不相信直销可以给你们带来金钱、受尊重、影响力、地位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哎，他觉得有道理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不是哪个行业你喜不喜欢的问题，而是什么？你相不相信的问题。你相不相信是可能你了不了解的问题，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？那么今天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一讲直销行业的发展趋势。直销跟我们生活是不是息息相关？各位想不想听？想。想听。请问你们有没有努力过？有没有？有。有。请问你对这现状满意吗？不满意。不满意。OK。如果今天我们对我们现状不满意，而我们过去我们有努力过，请问一下，我们所有的结果是谁创造出来的？自己。自己。OK。我们就用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努力，然后得到今天想要的结果，而我们又不满意。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过去所使用的方式，那么明天结果会不会改变？是不是变得更好，还是变得更糟糕？更糟糕。变得更糟糕。那么如果有一位老师可以帮助您在两性的关系上有很大的改善，那你的亲子关系也有很大的转变，那你的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，请问你想要还是不想要？想要。OK。我干嘛？我又透过问两个问题进入到我要演讲的内容，我要推动谁？自己。我也有可能是推动什么？推崇主讲的老师，或者说我的老师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我就开始要卖一个老师，卖一堂课程。是通过什么来进行的？通过两个问题来进行的 ，OK。那么接下来我讲第二种开场的方式。我们在表达术的时候其实也讲过，那只是我特别把它列入到了如何演讲开场的其中的一种。从对立面说起，各位，什么是对立面？就像一枚铜板的两面，是一体两面的，有正面就有什么？有反面，有黑就有白，有高就有低，有蓝就有绿，有大就有什么？就有小，有多呢？就有少，他们永远是对立的。那么我们在演讲的时候，是从正面开始讲，从反面开始讲？从反面开始讲。比如说，我经常在我的演讲开场的时候运用什么？运用对立面来沟通。各位说的伙伴，大家早上好。讲完以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的学费都交清楚了吗？交了。交了。 OK。 那我要跟大家一个提醒，从现在开始你有权利去做您想要做的事情，你可以回家睡觉，你也可以回到您住的宾馆里面，你也可以在这里打瞌睡，你也可以在这里不听课，你也可以在这里挑我的毛病，这所有的权利都是你们可以决定的，只要你不影响到其他的学员，我都允许你。各位，我是从正面开始讲，从反面开始讲的。反面。那么正面是怎么讲的呢？您只要参加我的会议，你不可以讲小话，
你不可以中途退场，你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来回走动，你的手机一定要关机，是不是这样的方式？是。讲完以后大家还要开机，该讲小娃照讲不误，原因是什么？他没有引起重视。所以我通常的开场会是这样，然后我就讲，因为每一个人为他的生命负责任，每一个人为他的成长负责任。如果你觉得你今天进入我的课堂，我就承担了你必须成长的义务， OK， 很抱歉，我没有这种能力。因为改变的决定权是取决于谁的手上？自己。如果您决心不改变，我能不能改变你？我没有办法改变你。说各位，那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会场呢？各位，你是现在开始决定回去睡觉吗？还是在这里打瞌睡？是。OK， 那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讲过，啊，你要学会要成长的两个前提。第一个前提是什么？要以虔诚的心来受教。第二个前提是什么？为成功付出代价。大家翻开我昨天的开场，你就会发现，我所教大家的开场术，我昨天有没有在运用？如果你正在收看我的光盘的话，你也可以回到我们的第一节，你就会看到我就是运用这样的开场术来开场的。我们还可以举个案例，比如说我们在这两三天过程中也讲到过的内容，那我们再重新温习一遍，你看看我是不是这样来开场的。各位伙伴，我们吃饭是为了什么？请问为了活着，为了吃饱，是还是不是？好，如果是为了吃饱，我们还要不要选择餐厅？要还是不要？不要了。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餐厅，不要选择什么菜式，还不要选择什么你想要吃的每一道菜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因为我们不仅仅为了吃饱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吃好，还要让我们怎么样？心情愉快。各位伙伴，学习是为了什么？学习是为了要收获，要有成长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你来讲是艰辛的，是痛苦的，请问你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愿意吗？各位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 OK， 那你吃饱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还重要吗？因为你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？要吃饱。各位，我是从正面开始说的，还是从反面开始说的？我用意了什么样的方法？由关联事物到什么？表达事物的方法。我先讲一个穿衣吃饭的，然后再讲什么？再讲学习。你会发现我所教给大家的每一种观点，每一种方法，是不是我在用的？是。如果我没有在用，我教给你有没有用？没有。我能不能教会你们？会。如果我用了有效，你觉得你去用有效还是没有效？有效。就有效。 OK， 所以关键一点就是要模仿啊，这是我们后面要跟大家讲的内容。这些人是你的托，他当然会交钱，但是他交过钱以后，其他的人不一定会交钱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你并不知道你的听众的真实的情况。从我刚刚举的例子当中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你的客户今天答应买你的产品，但是有可能明天就反悔，为什么？我成交你不要来回走动，是不是一种成交？各位，我成交你要准时参加会议，是不是一种成交？是还是不是？